小心超人，没想到你真的帮我们拿到了阿尔法能量。这个武器如果能跟阿尔法能量碰撞，将会产生无比强大的破坏力。现在不劳而获地拿到了阿尔法能量发射器，我真的太聪明了。小心超人，你偷了发射器，难道是和怪兽同流合污？不是，快摧毁他们！不，我拿到了。你做得很好，小心超人。居然利用小心超人，绝对饶不了你们！Yeah!
我会摧毁终极武器。你笑什么？哎呀！阿奇，开心超人，立刻远离终极武器，否则我毁了你的同伴。阿奇。伽罗，快走，毁碎片心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伽罗，不！真的回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老有电器袭击我们呀？对呀。站住！如果你再敢向前走一步，你的同伴就没命了。开心超人，我给你3秒钟时间。1、2，怪兽们立刻抢占终极武器，再次启动装置。超人，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只要终极武器发射，它发射出来的辐射威力无穷，可以赶走所有的星星球人，而且都会灰飞烟灭，包括整个星星球。什么？我以为只会赶走星星球人而已，怎么办？星星球要毁灭了！各位，我回来了。
好久不见。你们没事，人家好了。星星球没事，太好了。你，小心星辰。伽罗是因为能量不充足，所以无法现形。最后的大爆炸中，伽罗吸收了爆炸的能量，反而令他完全恢复了。现在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没事了。啊，总之伽罗回来就好。还给你。就这样匆匆一辈子，时间流逝太快。哦，也许我应该去想一想过去还有未来。我只留下空白，还是勇敢存在，才不会有人认识我安安静静。我选择接受现在，可是我期待再有机会重来。也许我醒来挽不回无奈的离开，太不该，太平凡，太苍白，偏偏想依赖。